然后今天请我的助手吃一场，今天请他吃一个非常丰盛的一餐。大家知道排气管可以烤肉，所以我今天我打算用排气管料理一餐，请他吃这样。那我们现在这边去买材料。我们可以买薄一点的那种，你的手这个很薄、啊、就可以了、啊、这个对啊，感觉这样有点多耶，对，丰富的一层。好啦，这个、啊、拿比较少的，我第一次听过有人买东西要买少的不买少的。隔热，隔热，啊！你的主动性，没有你，不是说隔热啊，就是怎么讲，就是让容比较容易焦的东西，怎样？更容易焦？没有，比较不会那么容易焦。其实我也不知道啊，反正就是有一个功效在就对了。以后如果有一天你做油品的时候，你去交一台摩托车，就可以过一辈子。有一个摩托车，摩托车怎么可以过一辈子？啊，摩托车，然后装一个排气管，然后你就可以过一辈子。你也啊，有钱不值钱哦。啊，先试看看啊，排气管蛮好看的。啊？你脖子刮掉修饰，启动马达没送表。小白上车了。呀！收工，回家。这也太好笑了，傻眼。哇，这一次只能烤一遍，哇！要把它煮到民国几年哦、喔？啊，你剩下是绑在上面的，你那个等于是做盖子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哇，不知道这个晚餐要花多少时间。哇，好冰哦、喔！看这个肉好冰。哇，啊，剩下是绑在这个。好，第一把。
好，等一下他骑回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肉。哎呀，慢走，慢走。哇，有肉香耶，哇靠，胡椒，胡椒哇，以后我看来我以后的游民之路好走了。我去，我以后做游民的时候在一定要在身边留一台机车，好不好？其实我们应该要不要普喜博主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排地板上面史上最恐排一碗这样洗干净，哇！翻面翻面，一定要翻面，丢丢，很好很好。其实我觉得应该这样子，好，自己摔。好吃哎，太香了，热。好吃哦！我跟你讲，怎样？中，哎、欸，中间是温的，尾段是冰的。来，你吃看麦，来，你吃看麦，看好不好吃？热了，热了，热了，这包都了。它好吃吗？等一下，我要吞下去。还蛮好吃的吗？还可以当晚餐的吗？我就说了吧，肉还蛮甜的哦。感觉很好吃哦，是牛肉的味道很香，嫩不嫩？好吃哎，只是没有很热而已。那我们今天影片的话就到这边哦，因为我们接下来要继续在这边，好不好？把我们晚餐全部吃完啊！各位，拜拜。哦，现在还是用这个烤，先用排气管烤，不知道烤到几肉，一片肉烤半个小时才烤好。真的假的？能烤那么久？对没？那边起来起去，吵死了。真的好了。现在我们同名在试吃。火烤过后的，就是要吃这种的嘛？为什么排气管烤啊？神经病哦！哦，有没有感觉到温暖？人间美味。刚那个不叫做可以吃，刚那只是能吃而已。那我们要继续享用我们的晚餐了，拜拜。